我的大棚里现在呢又种上甜瓜了，我的技术呢就是不翻地，不施底肥，一种肥料冲全程啊，然后呢浇水浇根上，现在了哈，5年了啊，没有虫虫病，没有死磕病，咋回事呢哈？就3条，第一个呢哈，我们的肥料营养全，大连甲、钙、镁、铝、铁、锰、硼、铀、铜、钼啊，这第一条。第二条呢哈，我们定量使用水肥啊，不要用多了。你用多了的肥料哈，它一定要欧根肥害，你用少了它长得不好。第三条呢，我们用生根剂让它根系发达，只要根系发达了啊，能够充分的吸收水肥啊，根系发达的病害也少啊，这就是我的免根栽培法的核心技术。